one drop in the sea. All it takes to set a wave in motion is a single word in action, a hope that we can be the change that we've been longing to see. For our home, our land, our family, it's all within our reach. See this the voices of our friends, come whatever, on the road ahead, we did it before, and we'll do it again. See this island. Oh, my God.
正在收看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星期一下午好，我们是 Miss G。 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谢谢大家。有朋友说，哦，三位美女你们好。Hi, Mi Tong。 我是主唱 Chanel 冯静莹，左手边我是键盘手林敏 Mibo。 鼓手来一下，我是李佳敏 Jamie 鼓手。连名带姓吗？对，连名带姓。李佳敏林敏，所以这个就是大敏小敏。是的，对对对，因为很少连名带姓介绍自己。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因为你们都有一个敏字在那边。对啊，你也可以换名了吧？你要换吗？冯静敏可以做大敏。大大敏。大大敏。我为什么要说大大敏？我不可以是小小敏勒。我是比较也好吧，也好吧，我是比较年轻的那个。对，其实很少人称呼你们用中文名字，对不对？没有。对，完全没有。佳敏谁叫你啊？没有人。没有，完全没有吗？没有啊。你的妈应该是就这样，我妈是阿敏啊。教会，我的 church 的朋友会啦。我妈没有叫我名字，我妈妈都叫我妹啊。小名都是小名啊。对对对，以前有一个小朋友到，就是他就问他妈妈，为什么别人的小孩跟我的名字一样？那妈妈说什么呢？为什么他叫什么名？他讲隔壁的小孩也叫妹啊。哦，我妈妈讲过同样的，她以前是幼稚园老师，她就会 Daryl Daryl come， 然后那个小男孩跟她讲I am a boy， 因为他的 grandma 都叫阿 boy， 很可爱。然后一整班都是阿 boy。哎，谢谢大家。Oh, Mox Sun Quit Mo Uncle， Hello， 好久不见。Hi. 希望大家都很健康。其实因为这阵子真的不太好过啦。你问一下 Jamie 就知道了。没什么好过。对，因为之前Jamie 就是有接触到就是 COVID 的那个。怎么说 case, the COVID case came in contact、yeah. 然后就他必须去验啊、然后也有、居家隔离这些东西，然后好可怜哦，就是在就是两个星期没得出去，两个星期在 hotel 每天看同一个 view。 可是那个 view 还不错，那个 view 很好、yeah. 那个 view 真的是很不错。对，他就 quarantine 了14天，然后前几天好像还挨得过去。嗯，对啊，然后、就是 as time goes by， 呀、yeah, ，最后几天呢，因为就是24小时在空在冷气房里面，就是那个空调，对对，就循环的空气会有一点辛苦，就开始想要 fresh air 这样、对对对，就因为空气就很干啊。对，然后也很谢谢大家，因为大家都 pour 了很多 love。给 Jamie、yeah. 就是陪他，很多朋友送食物啦，这些对不对、啊？是，你们也是陪我看奥运品。我就陪他，我们就一直在努力的看那个奥林匹克。然后呢，然后 Jamie 现在看了 Olympics 过后，他突然间很 motivated， 他竟然约我去打羽毛球。对，因为 Chanel 呢就是羽毛球高手 number one。 对，我差一点变国手，开玩笑。哇，没有，是啦，他打得所以我长那么大。 Hello 大家欢迎收看，请可以帮我们分享。其实 yeah, yeah, 我要分享的就是就从小到大我只有两个最喜欢做的东西，有两个东西是会让我一直很开心又不会厌倦的去做的、一个就是唱歌， That's number one、也不是没有分 number one and two 啦。 number two 是吃饭，不是吃饭。睡觉。你们怎么那么看不起我？我喜欢打羽毛球。是的，我很喜欢。所以我只有就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是打羽毛球唱歌，打羽毛球唱歌，所以我家里是很多那个奖状。
哇、哦！可是功课就一般了，没有空啊，因为他没有在你的热爱的日，他没有在我的热爱，没有在热爱念书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考上大学，就这样子就好了，不错啊，对啊，对，所以就是学生时期是我最怀念的时候。那你们呢？你们自己有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可以打下来让我们知道。是的 ，Like what are your hobbies？你喜欢你 passionate about 什么东西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是《别找我麻烦》，对，那是我们本地歌手Tanya蔡健雅的歌。We love you， 我真的很喜欢蔡健雅。然后今天是因为国庆日嘛，就唱了本地歌手的歌。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这首也是本地歌手的 歌，而且 intro 好像没有变到这样子，有一点类似。送给这首叫什么歌名？The perfect tool stuck like glue，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大家继续 comment， 让我们知道你们喜欢听什么歌，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分享的。当然你们也可以跟我们打招呼 say hi， 或者是下午好，我们都会尽量回复。 Enjoy the song。歌手黄川美 Don Wong 的一首川美 The Perfect Two， yeah， 哇，很高很高，对，你刚刚唱原 key 吗？
没有啦，我已经 down key 了。Maybe 你应该唱原 key，yeah. 因为你就是那个 range 比较高的。没有，我越唱鼻子越痛。我们要跟大家要分享一个趣事，可以不要 zoom 我的脸吗？今天刚那个 Mabel 不是在教钢琴吗？嗯，然后他就把那个 mask 就是在路上，在走路的时候他把 mask 拉下来都喝水还是什么的。我就这个时候就要用这时迟那时快，哎，很久没有用了哈，没有听过。Sorry， 我的 combo 没有这个 level。哎呀，没关系。他就把 mask 拿下来过，他的鼻子就被那个 insect 叮到，哎、欸，有个东西 land 了，然后他的鼻子现在就很像那个成龙的那个 boom。对啊，我已经有很多粉了，他是有点红，他就直接变红这样，然后他这边在走，我在担心会不会有毒还是怎样？等一下你不要突然间晕倒，我就变 wasp girl， 跟 Ant Man 一起，你幻想太多了吧？终于变 superhero， 你看太多 superhero， 那个 spider 咬到你就会变 spider man 这样。对，等一下他一边表演一边在变，有翅膀，你 OK 吗？现在？OK， 他就是 land 在你的鼻子上面，然后就然后我有扫掉，我就觉得我没事，可是后来有点怪怪这样，就哦好红哦，然后的学生我给我学生看，就问 who bite you one 就来的，有谁会咬你的鼻子啊？OK， 我没有看到 Grace 说 Happy Birthday National Day to Singapore， yeah，Go say 可以叫我的名字吗 ？Go December， 明同学、yeah. Hello 大敏小敏，他是敏敏。对，我有看到他的 comment， 好可爱哦。所以新加坡人可能就偏向喜欢女生，就是有敏这个字，对不对？可能吧。对，Min Tong说他喜欢看电影，我们也喜欢，可是我们好久没看电影了。对、啊，我们其实还蛮喜欢三个人一起去看电影的。是、嗯。然后有时也会多邀一些朋友一起去，对不对？对。好像有那种所谓的大戏，就是那种很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的，我们就会一起看。对啊 ，Marvel and all that， 因为要命啊！那个 Marvel， 我们一定会相约大家一起去看。对啊。然后，可是我最近比较唾弃跟 Mabel 看 Marvel 这件事情。怎么了？因为他很多话。因为她是一个从小看漫画 的小女生、啊、很特别，她可以就是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每一个 scene, 解释太多，是每一个 scene 她都有见解哦。好啊、我们就把她当普通电影看，她每五秒就有见解。哇哦，真的，那就可以写下一个了吧？对，刚我们有问大家说，哎，大家平时有什么喜好，喜欢做什么东西？然后 Min Tong 说她喜欢购物。买超好超便宜的东西。欸 me too， 我们都是、啊、我们都是 friend,、那个 Jamie 是直接不买东西。对，他根本不是要便宜哦，他就省到他完全不买。对，我们要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昨天我们也有直播，然后竟然有眼尖的朋友发现说原来我们的衣服都在 recycle 的穿。太好笑了，他们竟然说去年 NDP 你们穿这个，今年 NDP 你们穿这个，连我们自己都 lost count。 对、啊、我觉得就是很 common， 因为我们三个女生嘛，然后很像我们 photo shoot 的时候 Jamie 会说我没有绿色的衣服了，对，然后我就会带很多，我永远都是那个带最多套衣服的，然后去就是分享，所以我们其实蛮多，就是还好我们的 size 都能互相穿，是对不对？不能再胖，再胖就不能穿了。OK， 我们有很多朋友的点歌，谢谢大家进来，然后帮我们分享。先，我 say 好久不见 ，Hello，Hello， 我们来唱一下那个国庆日有关的歌曲好了。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的歌名，我想一下，不知道哎、欸。我正在 radio 听到。对，我们来唱一下，大家， okay. 我们就来玩猜歌名游戏。大家把对的歌名打在我们的 comments， 然后也谢谢大家帮我们分享。Let us be together.To achieve,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en, together we will stand. Let us never be afraid if we have to change our ways. Through the years, we'll always stay one in every way. Together we make a difference. One voice, one destiny. We
第一次唱这首歌，对，现场唱，我们来唱熟悉一点的好不好？我们来唱那个鸡啊，大家可以一起唱，对不对 ？Hello, Hi Grace, Hi, 你们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2点钟的时刻，我不知道大家之后有没有什么节目，因为今天是公共假日，但是还不能出去吃东西，明天才可以。If you are like fully vaccinated, 哦，明天开始就能聚会了。是的，我们可以约吃饭的啊，可以啊，可以啊。All fully vaccinated. If we are all fully vaccinated, 我们都打针啊。要打针两个星期之后，要 take effect, 对不对？对啊。哦，哇，突然间很珍惜可以跟朋友一起见面的时候。真的，真的，我们也好久没有聚在一起吃东西了。大家想吃就告诉我们吧，一起。叫全村吗？是的，我先把那个歌词找一下。哇，那个 intro 想一下，太久没弹I'm fully
fully vaccinated. Congrats! Yay! 然后他说 I love my country Singapore. 我们 we 也很爱新加坡，对不对？ Maybe 那个 Jamie 说一下爱不爱新加坡。爱新加坡啊，是啊，没有，因为其实我在看他，我不是很认得他。Double check 他是Jamie这样子，不要说你，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啊。因为我们就是现在才开始有一些国庆日的节目，然后我们就去做了新的造型，啊、然后很谢谢我们的发型师 ，Yeah，Thank you，Thank you，谢谢你。然后呢，因为就是他帮那个 Jamie 做了一个新的造型，对，然后因为我们一起在那个 salon。然后我在就是看，因为我们坐蛮远的嘛，我就看了那个镜子，我就想说这是谁啊？结果 Jamie 回到家的时候，他一走进门，他爸妈是这个又是谁呢？The parents were like, huh? Who is this stranger in my house? 对，所以就是这是新的造型。对呀、啊，我已经有差不多12年没有剪这种。刘海、欸，你知道很年轻，真的很年轻，因为就是年轻的时候剪的嘛。对，真的真的，所以很开心啦，就有一个 fresh look 这样子。Yes， 然后谢谢大家的 comments。哎，我们有一首点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唱过这首歌，什么哪里？它是新谣时期的歌曲。我们这一班、啊、你要不要找一下看？我们找一下谱。Oh, OK， 等一下。我们就尝试一下，点歌的朋友点了这首就是新谣时代的歌曲，然后谢谢 John Tan，John Tan 说 help share， 现在目前线上有大概20几个人，所以 where are all the Singaporeans， 他们都在度假， parade, 而且其实 我想有时间我也想到户外，就继续 Gardens by the Bay 走走，看一下阳光跟那些。我还以为你要说想扑了乌冰 ，Lazarus Island。现在可以去吗？还是可以啊？没有，我觉得现在很 insecure， 读在太远的地方，因为不能吃。哦、oh. ，你怕肚子饿吗？很怕肚子饿，我有这个担心耶，你们有吗？还好，就好像不可以距离家里太远，因为万一肚子饿怎么办？哦、oh, ，就不吃了。因为好像其实白人也不能在外面吃啊，就好像不可以，很多人躲在 corner 这样吃，好可怜哦。但是很快啦，明天就能出去吃了，对不对？是的。好，我们看一下这首歌曲，我也不知道，你们就凭感觉，唱一下这首歌。曾经说过我们叽叽喳喳，上课不准我说话，直到有一天大家都毕业时才明白老师的道理。 Come on， 我们这一班上课不准忘着来球场，我们这一班怎样偷看分数都一样，我们这一班老师的话我们掉一旁，我们从来都不怕，因为笑声亮亮安慰比较。我们尽量唱，歌词我不知道对不对。给你们这首我们这一班，曾经你我有说不完的话题，曾经我们每天在一起，上课不在意连测验都忘记，只有忘了最要紧，老师曾经说过我们叽叽喳喳，上课不准我说话，大家都毕业时明白老师的道理。Come on， 我们这一班上课不准忙着篮球场，我们这一班在抬头看分数都一样，我们这一班
整个的那个精彩就是我们三个都很紧张。对对对对对，彪悍彪悍。你就开始流汗这样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也不错，这个会帮你促进那个心脏在那个 pump 这样子，血压飙高这样子。哦，有越来越多点歌哦。敏彤说超好听，哎呀，我心里唱首歌很好听哎。对，可是因为他的节奏有点快，字有点多。对对对对对，而且是繁体字。对，可能 might help you。我有一点点 miss 拍写拍写，不好意思。OK OK， 我们来继续看。哦，小人物的心声吗？嗯。好好好，我们好，原来这首歌好好唱哦。我们这一班相隔不成，我们可以做三重唱哎。其实 Jamie 好像是会那个重唱， yeah， 好像有玩过、这个、真的吗、哦、真的吗，有吗，更会一些吗，我们这里、是他唱的吗，这首不是吗，他唱的，他不是主唱，他有、他常唱这首歌，他怎么可能是主唱、这首歌是八零九零年代的歌 right, okay, okay. 他是九零，他还没有生出来对对对对对、OK， 我们今天的时间是从两点到三点钟嘛，对的，然后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谢谢大家，我再看一下大家的点歌，大家先打个招呼，我找一下那个歌词好不好， I guess How does it sound like Oh OK OK OK， 而且我就把那个 key 交给你们，你们怎么弹我就怎么唱，可以吗？可以，这边有写。OK。好嘞。是一份微薄的力量，也许我自己不能发出完全光和亮，但我能为都市带来足够的光芒。为啥？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时间由我控制，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
样会充实。耶耶耶耶，是的，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然后过去这一年我们一点都不忙。有哈，我忙着讲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也很忙，好不好？你为什么笑自己笑得那么从心里笑出来？我说我们一点都不忙，这样很开心。因为你讲到重点是了，因为其实我们在就是 pre COVID 的时候，我们其实还蛮忙的。对啊，然后因为很喜欢就是很努力工作赚钱的三个女生，对啊，然后就是会把那个自己的行程排得很满。对啊，就是唱歌唱歌，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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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可能好像一整个月会有20天连续表演，对，然后就休息一天，然后继续这样表演，类似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其实这一次也让我们发现到，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健康，那才是最宝贵的。是的，对，你看距离我去年动手术已经是一年的时候了。是啊，对，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哦。啊、我的伤口都已经就是恢复得很好了。That's great， 然后可以回来再唱歌给大家听，也很谢谢大家那么的关心跟照顾。明彤说你们很赞，谢谢。John Tan say everybody share it, get more people to come more Singapore spirit, yeah, our Kampong spirit. Grace was nice song.Wilson Makan 哦，情感联络站，情感联络站是什么啊？我不懂。OK， 给、okay, 我们看一下，所以他们在互哦 ，Go Be O 啊。OK 咯，你们很 on 哦，什么点歌你们都要唱是不是？好啊好啊。哎，有人点你的歌哎，什么歌？你会唱的歌，可是我不会弹。什么歌 ？Muniru Valiba。为什么是我的歌？你不是每次唱，是他，是他，哦，是他每次，不是我不会唱哦。Sorry, we will learn it next National Day. OK， 反正我们来那个 Geylang Serai 的 live stream， 我们都很勇敢，我们都要尝试，就是多艰辛的歌我们都唱。你看刚刚看我们表演，就是比较不熟悉的歌，我们都拿出来表演，就是临场嘛，点歌就要看临场发挥，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温度差不多38度，我现在 scan 不会过，现在 scan 应该是不会过，因为很热这样。真的吗？ Yeah. 我们唱 Go Be O 吗？ I don't know, up to you, up to me, up to you. I this one I my chart like this ah, so I only know how to sing Go Be O. That's it. Can sing. Can lah. Munira Valiba, my Indian friend. Beside me, wanna hear. Wait ah, wait ah. I have something for Indian friend. 你 just 给我那个节奏就可以了。Shakalaka baby, shakalaka baby， 你 just 打了？啊，你不懂这首歌？哦，年代不同。我不会这首歌。Shakalaka baby, shakalaka baby, look at it, turn it like ya. Shakalaka baby, shakalaka baby, look at it, turn it like y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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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don't know. That's for you. As your friend of this song. I learned this. 他讲阿拉妈 said my friend crying already. No, that was before you sang the song. Oh, is it? yeah, that's for you. I picked this up from my good friend in who sat in front of me last time in school. 我的朋友很漂亮哎 ，she's so beautiful. 我就觉得她应该是那种 Bollywood 的明星以后。我真的以为他会当明星，新加坡 Miss Singapore or something。OK、cool.。然后后来他，可是他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很帅的，也像 Bollywood 这样的就嫁了。哇、wow.。所以他没有当明星最后。OK，, okay. 我们来 try 这首歌好不好 ？Try 呀、啊、try、啊。熟悉的脸庞，那仿佛就是一个情感的联络站。喝一杯浓浓的咖啡，谈一谈自己的方向。三两个朋友都来喝一杯，无形中又把距离。
Happy National Day! Happy National Day! 咖啡屋。对啊 ，What makes it better than you know？ 今天是国庆日，然后有三个新加坡已经呢，嗯，唱很到底，然后唱那个新加坡本地的创作歌曲送给大家。It's fun, it's fun。这就是传承呐、啊。虽然原唱唱得很好听，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把它就是现场临时就是被点到，然后唱出来给大家听。是的，谢谢朋友说好好听。Go be oh, go be oh, oh John 跟我们一起唱是不是？对啊 ，Go be oh。Ron Wilson 说 ：“Every day listen to this song。”哇，真的吗？我们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不多了，我们来准备一下，有什么歌曲是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的？因为刚我们自己唱的时候，心情也很好，就是一直跳这样。是因为好久没有跳了，所以就会有心情跳吧。对对对啊对啊，那有什么歌是跳的嘞？我们看一下现场有没有朋友点歌。现场还有朋友想听什么歌？我们刚刚一直给我唱了很多首新谣歌。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真的很有 national 想着你的感觉，要如雨的缱绻。不是这个 key 啦，应该不是这个 key， 我乱来的， yeah. 我只是那首歌是想着你的感觉。Is that the title of the song？ 应该是不知道那首应该是叫《想你的夜》，什么关喆吗？有人说《Count on Me Singapore》，《Count on Me Singapore》吗？哦，那首歌是叫《想着你的感觉》，真的吗？我们来 try 一下这个《想着你的感觉》，我们看可以唱完这首。Okay. 等一下哈，我的汉语拼音很 confused。谢谢 Grace， 他说 You sing the song very nice to hear。Thank you。还有朋友说，Head down to Tampines West Community Center。For some comedy club at 3 p.m. got ethnic instrumental and singing songs. Yeah, do support the musicians who are performing everywhere in Singapore. Yeah. Every part of Singapore, we have a lot of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live stream. Indeed. Yeah, so if you are afraid of like going out, right, you don't want to mingle. So if you are sitting at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actually there are a lot of programs to watch. Yeah. And it's all live. So live you can stream. Comment. And then you can talk to the person who is performing for you. Like us lah. yeah, 谢谢先恩哦，他说超好听，谢谢。我们来唱这个，我们来 try 一下。喂啊，没事，让他，你等一下再进来，没关系。其实因为他也想不到怎么弹。随便高就高啊！今天特别心情好啊，心情很好啊。因为那个实力越来越在开始回来了，你知道吗？哦，很像那个 battery right， 它这样 charge， 它差不多要到顶了。Okay， let you all the way， 元气吧。他很 stress， 因为等一下我唱不到，他就想你的日子
就是试着背后去找你名字，想着你的感觉，有如雨的缠绵，你是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你的感觉，有如风的缱绻，虽然我的日夜醉也醉不走你的容，不知道这是他的歌，他的 range 那么低又那么高的、哦。对啊，对啊 ，Sorry， I'm so sorry， 你唱得很好，真的，我谢谢， yeah, 我已经两、哦、已经要 crack 了。对对对，你刚刚这样就哦哦哦，有人点啦啦啦啦啦，青春女儿三，但是我们好像不会唱哎、欸，我不会，我只懂这个版。青春女儿三，然后我就不懂是什么了。我在美丽的日记却着、yeah. ，我们来看一下。点歌，不然我们就唱这个。我们来首邓紫棋，要不要？来自天堂的魔鬼。OK， 对对对对对，因为 这首歌就是你的那个鼓还蛮好听的。哦，我不是每一首都好听的。哇哦，不是每一首都好听的，好 confident 啊！哦，真的超有自信的。所以还是谢谢大家在。哎 ，Hi Chris 有在看。哦、oh, ，谢谢。Hi, 看一下 Key 哦。对对对 ，Thanks for watching。对呀、啊，我们就尽量看一下这首歌。我找一下 key。好的，然后我等一下，我想一下 ending song， 就来一个让大家也熟悉的歌。Maybe 我们来做一点经典的 oldie。看哦，看我明星要不要还要唱对不对？哦，对对对对，那我们先唱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一起。We the citizen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K, 等一下我们才唱。等一下哈。Jimmy 说，欸，怎么他就在 scratch 他的头这样。Together, right? Thank you.
know I'm only 你是我的黑洞我无力抗拒始终我的一次次空脉搏流动准备你神秘吸引掌控 Oh 亲爱你是危险的迷宫我找不到出Good job, Chanel. Jenny, 有没有很紧张？ Yeah, sweat. 在搞什么嘛？哇，鼓手难得会，他不开箱呢，难得会 speak up 说，哎，我在玩什么歌这样子。就大概开始玩的时候，就刚开始好像不是很熟悉，然后慢慢打就有点记得起来了。嗯，是的，对不对？因为其实大家都还蛮多朋友都喜欢邓紫棋的歌曲。是的 ，Jam Jam。是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点的歌《Call Me Singapore》，对不对？哦、oh, ，对对对对，我们来找一下，哎，这首歌，大家可以一起唱。谢谢点歌的朋友，当然也感谢所有在现场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是 Miss Chief， 我是 Chanel， 我是 Mabel， 我是 Jamie， 是的， yeah. 大敏、小敏还有 Mini Min。Mini 是谁？是的，谢谢你们在荧幕前支持我们，然后再看我们的表演， yes. 然后帮我们分享。这首歌是国庆日的歌曲、嗯、大家从小学一直唱一直唱是唱到现在 maybe 其实可能都不需要歌词你不需要歌词是吗、嗯、我还需要OK 我们来 try、嗯、一起来唱吧啊、
怎么弹 intro 对不对、嗯、就 improvise 好了Jamie 先唱 We have a vision We have a vision for tomorrow We can achieve Just believe We have a goal for Singapore We can achieve We can achieveHappy National Day 国庆日快乐拜好久不见头发长了对了 See you Bye